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啊。咁啊，最近阿雷军非常之红啦，因为佢嘅小米汽车嗰一架苏七卖得好好，然后全网都喺度讲紧佢呢架靓车。咁最近竟然有一段雷军嘅往事俾人挖翻出嚟讲啊，就系雷军竟然咧同人约架，所谓约架即系约打交啊。咁呢个咁嘅故事咧喺网上边传得好犀利啊。咁佢约架边个呢？就系约架奇虎360嘅公司董事长周鸿祎啊。咁呢个周鸿祎是曾经做过雅虎中国的中国区总裁的，而他和雷军亦都有很多的恩恩怨怨，讲得上亦敌亦友。周鸿祎呢就被网友叫他做周冷蝉，而雷军呢就被人叫雷不群。首先看一看这个约架事件，约打交事件，原来好像是真有其事的。为什么最近会被人拿回出来讲呢？原来周鸿祎就发文，就话自己想趁机咧同雷军问佢攞一架小米苏七去体验一下，但系竟然俾雷军拒绝。咁啊，唔少网友开始讲啦，就叫雷军送一台车俾周鸿祎，但交车地点必须要系朝阳公园东门。咁呢个事件呢，原来系两个大佬嘅一个前尘往事啊。咁好多年前嘅约打交事件呢，就开始俾人攞返出嚟笑啦。咁据闻喺2012年小米手机一举成名之后啊，周鸿祎开始进军手机行业，同埋喺微博上面同小米发生咗一场口水战啊。咁雷军就将周鸿祎叫东方不败，就话佢利用抄袭嘅办法去做手机。咁周鸿祎方面呢，就将雷军叫做雷不群啊，指责小米嘅手机项目系由魅族偷翻嚟嘅。喺网友嘅煽动之下，最终周鸿祎表示要同雷军喺朝阳公园东门啊约打交，而一向低调嘅雷军竟然回应佢，然后呢竟然仲做埋一个好仔细嘅研究。而根据了解，喺小米首部授权嘅传记《一往无前》入边，系提到呢一场约打交事件嘅。咁啊，当中提到雷军为咗呢次约打交系进行咗一个好认真嘅部署，就叫咗同样系小米创始人嘅黎万强啊，带领市场部嘅刘飞、钟宇飞等等人去到朝阳公园东门踩点，然后认真研究约打交嘅时候嘅企位同埋撤离路线，准备大干一场啊！哇，由呢一点睇到啊，雷总从来都唔会打冇准备嘅战争啊！咁当然啦，呢件事啊最后不了了之啦。咁不过当时咧，周鸿祎啊打算一个人去噶咋，但系雷军方面咧又打算带八个人过去啊！咁原来呢两个大佬啊，先系最早约打交嘅人啊。咁其实雷军同周鸿祎两个同样都系湖北老乡嚟噶，虽然头先系约打交事件啦，但系两个人其实系亦敌亦友噶，可以讲得上系中国互联网界响当当嘅风云人物啊！只要同场现身，就一定会成为全场嘅焦点啦。咁其实去到2015年嘅时候，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周鸿祎曾经是被雷军怒啤的，因为当时周鸿祎睡着了觉啦。而周鸿祎当时拿到这张相铺我自己朋友圈，就是一觉瞓醒的朋友圈全部都是这张相，发生什么事啊？就说自己啊背都睡着了。咁瞓着咗嘅时候发生啲咩事啊？点解雷军咁样掘住自己啊？而根据人物杂志周刊嘅报道啊，周鸿祎喺1995年就认识雷军，当时佢研究生毕业冇几耐，喺方正做紧程序员，而雷军已经坐镇北京金山啦。不过双方关系仍然系唔错嘅。雷军亦都有同阿周鸿祎大家倾未来各种嘅可能性，咁两个人甚至提出过卖水卖饭盒啊。而周鸿祎亦都提到啊，1996年嘅时候，中关村仲未有咁高层嘅电脑楼，都系二楼菜市场改装噶，因为方正嘅人工比较低，佢仲做咗好长时间帮人整电脑嘅工作，每整一部电脑可以收多200-300元。当时电脑系稀缺物品，佢话教人用电脑嘅过程入边就产生咗一个谂法啦，就系做一张教人点样用电脑嘅光碟。然后佢话自己兴高采烈去揾雷军倾偈啦，但系雷军当时比较冷淡啊，
觉得呢个谂法冇乜嘢啊。后来去到1997年啦，话自己做方正飞扬电子邮件，觉得好开心，就想将电子邮件做成一个好似游戏咁嘅画面。话有一日阿雷军去佢屋企玩，然后自己俾佢睇，阿雷军好不屑咁讲啦，就话你而家咧系属于喺马桶上边雕花，阿绣花绣得再靓，都仍然系一个马桶。咁當然啦，佢自己就唔高興啦。話過咗好多年啦，佢自己諗一諗，咁呢一個咧，可能就係兩個人都係性格比較驕傲嘅人溝通出嚟嘅結果。後來周鴻偉成立咗3721網路公司，而呢間公司亦都以1.2亿美金賣咗俾雅虎。由雅虎離職之後，就創立咗奇虎360，而雷軍就成為金山嘅 CEO， 亦都成功帶領金山中國喺香港上市。後來隨住時間發展，各自企業做得越嚟越大啦，喺商業利益面前，兩個好朋友分道揚镳啦。因為 PC 殺毒呢一個戰役，雷軍同周鴻偉就企咗喺彼此嘅對立面。當時作為新生力量的360就出大招，出免費，想將傳統殺毒巨頭金山毒霸打到落花流水。雷軍當然不能夠坐視不理，他即時出手反制，但效果不明顯，360很快就成為 PC 殺毒市場的領頭羊，到現在都是領頭羊。當然這些這樣的殺毒軟件的故事下次會再跟大家分享，因為都是非常好笑的。去到2008年的時候，一手打造出360安全衛士的富盛就離開了360，就拿到20萬股的股票，前提條件是要跟360簽訂一個極度苛刻的離職協議，其中一條就是18個月內不能夠做任何跟360有競爭的產品，包括安全和搜尋。於是乎投資就成為富盛這個人新的擇業方向了。後來他接受經緯創投邀請去做投資副總裁，當時經緯中國的創始管理合夥人張榮收到周鴻偉的電話，就叫他不要請富盛，一接受他就是跟我們公司作對。不過張榮沒有妥協，一年之後富盛離開經緯創投，重新加入創業大軍，做了一個叫可牛影像軟件，準備投資他的雷軍，收到同樣的說話，雷軍呢當然不會買他怕啦，然之後講翻一句說話俾周鴻偉聽，就同他講：第一，富盛同你打足幾年工，唔能夠意味住成世都係你嘅人，唔係賣身契；第二，我同富盛討論嘅業務就唔會同360競爭；第三，你叫我唔好投資前360嘅員工，但你投資了多少金山的前員工啊？咁後來的故事就是周鴻偉眼中的360半將富盛投靠雷軍，然後就將合併後的金山網路成功帶上市啦。後來的獵豹移動啊，而佢亦都同雷軍逐漸形成亦師亦友的緊密關係，成為雷軍系的重要一員啊。咁雖然雷軍在 PC 殺毒这个战役上面输了给周鸿伟，但是手机这一部分呢，他完全赢开行的。周鸿伟是连个车尾灯都见不到的。后来两次鸿伟是高调杀入手机市场都以失败告终，出货量和雷军旗下的小米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其中他第一次入场是很引人注目的，他一人之力和整个小米高管团队在吵架，甚至乎啲人笑他是小米二号客服、小三大战等等，持续了很多个回合。而这样吵法其实就是为他的360特攻机造势。周鸿伟是很仔细研究过小米的商业模式，他认为是雷军以外第一个参透他秘密的人。当时他用八个字去评价小米的成就：没有对手，一骑绝尘。不过小米模式好熟悉的周鸿伟就冇带领到自己的公司杀出重围，不够一年就已经收档了。咁我哋讲翻嗰一个雷军同周鸿伟的约架事件，到底是因啲乜嘢事会变到要打交呢？咁原来根据经济之声当年的报道，360的董事长周鸿伟同小米科技董事长兼 CEO 的雷军
在微博上面打口水战，然后越来越升级，在周鸿伟发微博怒骂雷军，请水军威胁他家人，雷军竟然就通过经济之声做出回应，就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用户做这样的事，如果周鸿伟不满，大家法院见。去到29号的深夜，周鸿伟就发微博就说雷军请水军，在网络上用血腥的照片暗示威胁他的家人和小朋友，之后周鸿伟就在微博上向雷军发出面谈邀约，就说下个礼拜一上午10点我们北京朝阳公园见。而周鸿伟所指的血腥图片就是一个小米用户发的网络贴，上面就写着360毫无底线地抹黑小米，他还说那些图片是假的，正如360抹黑小米一样都是假的。那这些图片呢是有火灾现场，有被人划伤的小朋友的面等等，面对周鸿伟的怒骂，雷军的情绪很激动，然后他接受经济之声的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到我和小米绝对不会授权一个用户来这样做的，而且这个用户的本意是叫大家安全使用电池，不过那个用途图片确实不太合适了。他说不知道周总在哪里看出来是觉得自己威胁他，如果周总有不满和委屈，那就直接去法院解决了，还说自己和小米绝对奉陪。其实360的特工手机失败了之后，周鸿伟是曾经找雷军去谈过他360特工机的败局事件的，雷军也都讲了一句说话令到他茅塞顿开的，他说你想做手机，想一想你能不能够全力以赴，能不能够自己领军，你如果是能够亲自带队的，那大家还可以打一打，有来有回。他说你不能够整个部门整个总监就觉得能够跟我对打，是不是？雷军讲到说你公司虽然人多，但你可以放在手机上面的有多少人？100人、500人，但我有几千人做手机这件事。特工机之后茅塞顿开的周鸿伟在2014年就拿了4亿美金同酷派成立合资公司，先后推出奇虎360这些品牌手机，但是他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先发优势了，中间更加是出现了乐视酷派360之间的狗血事件，这些高管换得非常之犀利，现在360手机已经正式不存在了。在这个小三大战过后，雷军就忙着做手机做小米生态链，而周鸿伟的目光就摆了下去搜寻智能硬件等等领域，其实两者的交集已经不算得太多了，再加上本身两个人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就算现在见到面两个其实都没有大家想象中这样是一个很强的敌人关系，反而两个人同框的时候亦都能够有讲有笑愉快交流。在今年2024年的4月20号，周鸿伟和雷军就参加互联网30周年座谈会，他两个是有倾偈的，雷军就问他360留下来送车的是不是都排队啊，有没有眼花缭乱啊，周鸿伟就说都是朋友车商车圈的人支持啦，大家都在向小米学习营销啦。周鸿伟就问他你的苏七这么火，是不是要送一架给我体验一下，雷军就说自己很仔细研究了自己的选车标准，说周鸿伟不会开车，只是会坐后座，小米苏七是给那些追求驾驶乐趣的用户设计，就不适合你周鸿伟了，等小米做 SUV 版的时候再推荐一部给你啦。所以就是这一个微博的贴文就引发到他之前两个人约打交的事件被人挖翻出来啦。另外都跟大家提多个小插曲啦，这个小插曲呢就是最近4月27号的时候有一个贴文出到来啦，就是小米的高管徐杰云就转发了出来的，就说真的假的，雷总昨天坐理想 L6 本意就是想坐一下就开门走，怎知呢理想啊就将栋门关咗啊，就做咗个辟谣啊，就话件事假嘅。佢话当时佢就喺理想旁边，实际嘅情况就系阿雷总想坐入去 L6 嗰度体验，
当时就话左右扶手放置手臂非常之舒服，又设计角度非常之合适，就叫大家唔好将呢件事当真啊。而金融界嘅消息亦都讲到啦，系小米高管否认雷军俾理想锁喺车入边，而呢一个贴文呢亦都系俾小米汽车嘅上海 4S 店就攞嚟笑啦，就叫佢放返个老板出嚟啊。咁如果唔系及时出嚟辟谣嘅话，我相信呢一个事件呢又会演变成为一个网上笑料㗎啦。而家睇返啊，阿雷军同阿周鸿伟两个人都非常之搞笑啊，能够喺网上边叫约架约出嚟打交，然后阿雷军竟然呢打算拖马去同人死过，仲研究埋走佬嘅路线。咁呢啲故事如果唔系话特登咁样揾到揾返出嚟嘅话，我諗今时今日呢应该都冇乜人知道㗎啦。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讲下边留个言啦，咁我哋下集见啦，拜拜。